们最近在闭关都在写新的歌，然后呢，准备以全新的面貌跟大家见面了。而且就在家里啊，就在家里看看书啊，然后听音乐。我就平常跟狗玩嘛，就这样，没事我就在家里跟狗玩。对，狗就哇，没事在家里打电脑，三五十就坐火车，要骑脚踏车写歌这样子。就是在写词曲的时候写了差不多10个月，一直迟迟都完成不了这样，压力蛮大的。就有一次就刚好应该是太累了吧，就躺在那个火车上，然后就突然有灵感，就自己突然冒出来写。所以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坐火车？啊，对啊，当然是希望有一个妹在我旁边啊。因为没有妹，所以就悲愤化为力量。是的，我们会演出两首新歌，首次发表，对，所以呢，你们就一起来跟我们一起摇摆，喊话，等你来，一定要来哦！12月3号、4号，摇滚台中乐团节，摇滚户外剧场，摇滚来，等你来。